小黄标，小黄标，刚来现场，还有咱新店东小黄标，地中海组孙亮，还来做技术员，三哥哥妹，一哥哥，再哥哥，三哥哥，戴贤，感谢，感谢你。啊，咱新店东小黄标，东小黄工，是晋丰桂林工。啊，多谢洪阳公哈！啊，千雕时代，咱新店的基因林汝梅，相传到江西龙虎山取得张天师的圣符，后来啊，进封我们新竹城隍为进封新竹都城隍。就是上将员工吼，上将员工，啊，咱上将员工是咱新店，然后是咱新店多谢黄标，啊，伊出巡地头的热线吼。非常可爱，非常可亲的哈，谢谢。
啊，本来是咱新店都是红高啊，加一个龙奖呀，新奖吼，龙奖呀，龙奖阿公吼，啊，咱特别感谢咱新店都是红标，咱地中海书吼，啊，咱地中海书啊，预计咱的每年啊，受咱全国性红标联谊会来推选，担任咱全国性红标联谊会会长吼。啊！伫咱牛逼先进啊，全国性红标联谊会牛逼先进期间，啊，咱担任啊秘书长的蒋董事长，今天多谢各位主副会长啊，代表祝贤贤红董事长来这个活动。新店多谢王爷六将会啊，非常的有名哈，啊，伊分三组啊，六将哈，一对一对啊，牛马将军爷哈，会合一组，啊，过来就金银将军一组啊，伊请的服，伊啊，伊呢穿的服装啊，甲鞋啊都无共款哈，咱会当看到哈，啊，尾就是咱范霞将军爷哈，范将军在前，霞将军在后啊，啊伊。谢将军，你的手骨啊，非常的长吼，这是咱啊新王爷吼，多新王爷的特色哦。啊，因咧不管是范将军、谢将军，啊，伊咧喙手非常的长哦，这是咱多新王爷哦，多新王庙啊，六将会的特色。啊，咱新店啊，六将爷会大旗爷大哥吼，转台会议啦吼，转台会议非常啊特别。每年冬天七月初一来主持，也来办这个多重阳光，办这个开门的仪式哈。啊，所以咱将军、小将军两位多重阳光，加些将军哈，来咱台湾是红心的金重要一个代表哈。啊，咱过去举办。像我们的机会的时阵，啊，咱蒋董事长来这边，啊，来拜托咱的总干事来咱斗三工，啊，为咱新店多谢王公，顺便咱台湾朋友，啊，新店多谢王公，加一个隆重阳光哦，作为上红信用，讲起来，当讲咱台湾上阳光，啊，进入代表性的一个奖杯哦，咱这个掌声，恭迎。新店城，新店城，来新店，恭喜阿哥，新店成家。来新店，恭喜阿哥，恭喜阿哥，叫做晋红桂林公，最后是咱清朝的阿公朱元璋哈，啊，咱新店的树精林如梅，林如梅哈，啊，第六号山，啊，第六号山的太祖爷，那马上一来天书。天书交代，观天上，讲开台湾啦，天造之恶啦，天狗之恶，啊，天狗之恶，啊，出来，啊，讲必须要造就，啊，造就伊那阵啊，那个台湾啊，要变建设，所以无先进红庙庙，啊，以咱先进新红庙为基基地哈，啊，来，后来就晋升为啊都城隍威灵宫哈，就这样来了哈，啊，后来啊，据说啊。后来还是光绪二十年啦、啊。后来日本人来哈、啊，本来是说要防天狗热，后来日本人来的日本狗，啊就占领了台湾啦、啊。哎、啊，明天有听说、啊？咱再多感谢，感谢，多谢我们的李宗恩叔啊，辛苦啊，咱李宗恩叔啊，给咱谢谢我们当作家己的兄弟哈，啊，咱小弟到底啊，感谢啊，再多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辛苦。所以你的动作要非常的紧哈，来呢，你的组织啊，为日本为清朝时代个打好，你的组织非常的坚固。啊，咱是特别掌声来恭送咱新店多少票，上路也先打好，感谢。啊，上路也好票，阿凡提、阿凡奇、阿凡提，啊，这是上大机的红凡提哈。